城乡结合的城，基隆，基隆台原的基，阳城基你不认识他，但他弟弟你认识，杨三郎，画家，永和也不是杨三郎美术馆吗？对对对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他们很时髦，喝咖啡啊，开开咖啡店啊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好，这个立面就很有特色了，每，好，我跟你说前面一个，每一栋建筑的表情都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找有特色、光影好的。好像你上次拍，拍朝东的，下午呢拍朝西的，啊、哦，朝西的。所以大稻埕啊，最低消耗要走一天，啊、哦，那体力不够，你分两次走啊，对不对？吃完中饭就回家睡午觉休息啊，因为很耗精神、很耗体力的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准备啊。做半日游啊、哦，半日游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好。